在新竹出没，我叫新竹阿义，我都在市区，我专门靠恐吓、暴力讨债为生。我家手上有一支枪，哦，我专门会恐吓人家说把它埋掉，然后有问题可以找我。然后我哥哥叫叶宗仁，新竹阿仁，他也是跟我一样，他专门恐吓、暴力讨债、诈欺为生的。他出没地也是跟我一样在市区。我们两兄弟都是这样跟人家恐吓的、诈欺为生的。然后我现在这有一支枪，不信你们可以看，这是真的。